OK， 所以你们今天两个就干脆一起 interview， 可以给我做一下十秒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。你好，我是 Collins， 在读书的时候我还是有做 social influencer， 现在我的 Instagram 有158202个 follower。我是 Jaden， 我是毕业于 Car Engineering 的这个 diploma， 然后我的 Facebook 159个 follower， 然后我很喜欢车，然后我每天都会研究，所以这份工我相信我是很适合的。你们都会拍视频的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我现在各给你们一辆车，你们回去，就是拍一个视频，就是你们对这辆车的一个感受。好。OK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den， 然后今天我试驾这一辆全新的 Honda HR-V RS 版本，然后这辆是很好看呐、啊，因为它是 RS 版本嘛，然后很年轻、很帅、很美，是不是很美？是啊，是真的是很美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LED 头灯组，也是采用最新的设计，整个都是很帅的、啊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一个18寸的 Alloy Wheels，、啊、这 Alloy Wheels 只有 RS 版本才有18寸的。还有就是这个。车身配色是采用这个多吨的车身配色，再来就是这个熏黑的 LED 尾灯组，很好看。OK， 这样 Honda HR-V RS 呢，它是搭载这个 1.8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，由 VTEC kick in 哟。它的最大马力142 PS， 它的峰值扭力176 Nm， 然后又是用这个 CVT 的变速箱，很 smooth 的。然后 RS 版本还有这个特定的这个 VGR 技术，操控表现更加美。还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像我这样喜欢开车的年轻人啊，因为驾驶感觉是很棒的。Hello， 哎，我在做这 facial 嘞，等一下再 call 你吧，拜拜。Hello， 一丹哥啊，你的 Honda HR-V Hybrid 这款车吗？我也很想像我的司机那样开着这辆车在道路上飞驰，可是我们这种人出门哪里可以没有司机？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朴实无华且枯燥。OK 了，谢谢你啊，有钱人。Blackpink in the house。哎。这岂不是最新的 Honda HR-V Hybrid？ 弟弟，你看我驾了最新的 Honda HR-V Hybrid， 有什么看法吗？搭载 1.5 公升 Sports Hybrid IDCD 混合动力引擎，而且还拥有缸内直喷技术，最大马力152 PS， 峰值扭力190 Nm， 配上七速的双离合变速器，并带有 Shift by Wire 技术，时速0-100只需8.6秒，尾箱容量404公升。搭配上灵活的 Multi Utility Cargo Space， 内部空间真的是极为够大。最重要的是省油，平均100公里的油耗只需4.4公升啊！哥哥，车钥匙拿给我，我载你去 Body 买东西。弟弟，你没有 license 呢？对哈、哦，拍谁？让你驾。弟弟，这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弟弟都已经 set 好了啦，你看前面的 screen。江源，这样不是很浪费车油？哎呦，哥哥，这辆是 hybrid 吗？有 eco mode 的，你看你的右手边，啊，那个轻轻的按钮，赶紧按下去它。啊，好，我们出发吧。好，来，我们走啦。Hello， 女神，你现在你今天要出来走走吗？我和其他人在上次那间 cafe， 你要的话就来找我们咯。OK 啦，江江，我去载你们啦，等下见，拜拜。上车哦，等哦。哇 ，Jaden， 你的车很硬耶。哇，这辆车很宽耶，又舒服，看起来很精致耶，不错耶。是不是哦？而且还有雷德系嘞。是啊，哎，不错。哎，讲你们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？你们觉得这辆车？要讲多少钱啦？我们一起拍一个 VP 先。哎，全部来，一起来。你觉得这辆车 OK 吗？你们坐好这样久，我觉得是耶，我觉得
觉得很舒服哎，又宽，而且视野又高。我超喜欢它的 design 哎，很时尚啊，又很漂亮。如果我觉得它的 body kit 很 sporty， ring 又很够帅哦，我觉得蛮适合你形象的啦。你觉得怎样这样子？觉得很 class 啦，这个车觉得你这次买的很不错的，然后有 legacy 哦。刚才我看到那个 car boot 哦，我觉得很宽一下，我觉得可以用去 shopping 啦。哎呀，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每天用这辆车来载我的话就好咯。哎，我可以载啊，没有问题，你打电话来吧，我一定载你去的。OK 的。可是我不要你载我咯。OK 啦，这样你们也给我这样多意见了，今天让我今天带你们去吃东西啊，我请。哇，海底捞，我要吃大，谢谢你先。Okay, 我们再去，再去。先跟我吃饭。Daddy， 走了那么远才用了一点点油罢了哎。这是 hybrid 嘛，我都跟你讲很省油咯。现在相信 Daddy 了没有？相信。耶，好像要塞车了哎，不如我们用 sport mode 一下。Hybrid 嘞，可以快咩？哎呦，你试一下不是知道咯，不用给 Daddy 一点，那个油门敢敢跟我踩下去。哦。哎，奶，你看这个可以按一下，换更广的角度，你看这不是更广了吗？哦，所以这个不是有公仔，还可以换不一样的 view， 很 high tech 的嘞。对对对，嗯，换东西。都是你了，你讲。哎呦，每次跟你来 shopping， 大包小包都买不停的，好彩车厢还放得完，哼。喂，你在发呆什么？Daddy 呀，你还没有跟我讲这辆车要怎样写呢？哎呀！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搭载 1.5 公升 Sports Hybrid 配上技术的双离合变速器，尾箱容量有404公升，搭配上灵活的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llins。今天呢，我试驾了一辆全新的 Honda HR-V Hybrid， 综合了我和我 Daddy 的意见哦，我们都觉得这辆车的设计非常的时尚，非常的 high tech， 空间可以非常灵活的运用，而且省油的同时又有力哦。哎，大家早，这样子，看你都做到这样，可以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了你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嗯，把车锁匙还给你。OK。OK， 我的 Car Review 的 YouTube link 已经send给你了。OK。我也是send给你了。Okay， 还给你说是。不过在我车里面，我也是有放了 LED 灯，他们说从那边我们也会 review 你们的一个 performance 这样子。然后试一些，我们会把这两个 YouTube 同时 up 去那个 YouTube， 看哪一个的人说比较好。然后从那边我们再做一个决定。OK， 谢谢你们的参与。好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